화분야. 잠깐만. 잠깐만. 小姐，回去吧，这太危险了，得令已经丢了，到现在了还没有人回来，恐怕……周四，好像有人。哎，小心啊！太远了，看不清楚。 是他，是平安。
你咋胡呢？他们这人呢？我问你，他们这人呢？他们是不是都死了？你自己逃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放开他！你没有看他受伤吗？他们去送死，你自己逃生，说什么同生共死？他们这人呢？人呢？不可能，何平安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是我，是我一个人逃回来的。他们都牺牲了。认脱逃，我毙了你！我看谁敢动何平安。秦月，你想杀了我？那你就杀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在没有仔细调查之前，不可以轻易下结论，你明白吗？英雄，这才是英雄的。兄弟，你给我们长脸了。兄弟，能活着回来就是真英雄。是啊，何导，你能回来太好了。你没回来的日子，兄弟们可没少受苦啊。我在这里当差十几年，没少让人戳脊梁骨。可今天，在我们警察局，出了一个响当当的抗战英雄。我这就去向县长汇报。兄弟，你说去哪里？我要去市部，我要见于师长。好。弟兄们，来，抬起我们的抗战英雄去师部。放我下来！凭什么？我们就这么把英雄抬进去？我不是英雄。哎呀，我已经跟魏县长得到了确认，你就是英雄，也该我们出出气了。咱们走。停下来！兄弟，你，我是罪人，是我没有找来援军。是我把德岭山所有的兄弟都害了，是我把他们所有的都害死了。离我远一点，跟我走得太近的人都会死。我是何平安，我要见于师长。